家晚安。今天没有开场主持人，所以由我来介绍后面是厕所。好，是这样吗？可以吗？然后现场不方便抽烟哦，然后后面有地方有吸烟区，然后厕所有分男生女生，但是也可以不分。谢谢大家今天来，因为今天来的观众肯定就不是那么注重外表的人才会来哈。然后希望你们今天晚上会有一个很舒服听音乐的时光。上半场是由我是浩恩来这边唱歌，下半场会有胡老师哈。故事慢慢说，音乐慢慢听，祝福大家都很顺利。
我们今天会唱很多你们听不懂的歌，因为我觉得语言有的时候是没有用的东西。这个有个好处，你们可以专心听音乐，然后不必太多判断和歌词。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在场年纪，我们都应该都差不多了，70岁以下。好，刚刚我们唱的歌是周族，因为天气太热了，很想念阿里山。那这是周族的一首勇士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唱的歌也是关于男性的歌，这首歌叫做《老鼠斑斑歌》。这会不会太直白了？好，老鼠的某个地方长得很像铃铛，所以我们的老人家就用他们的外表外观就写了这首很有趣的歌。他说：“哎呀，老鼠的蛋蛋，好像年轻人身上披挂着的铃铛。”哎呀，是，也就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了。我们古拉豹哈，就是非男主的米老鼠的意思啊。很适合带女朋友们去闷啊，女朋友去闷啊。
几年前我也在东海岸那里接了一个打工的工作，主要是去访谈一些老人家，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做了一整天的调查，然后回家的时候，整个东海岸就像昨天那样。什么叫波光粼粼？哈，粼粼我是不会写了，但是就是很美很美。这一路快到家，我突然想到，这些老人家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么美的景象，可是啊，他们的孩子都不在身边，因为生活必须去外地工作，那一出去就忘记了爸爸妈妈，那他们怎么过日子？他们可能就是老人年金3000多块，3000多块，如果先生或者太太还在，那就有6000多块，他们一家四口要用一个月。那我突然想到有一点点难过，没有父母不希望孩子回去，但是也从来没有那么大声说啊，你一定要回到我身边，好像就是在那里等。相较于那个海边的美丽，我突然觉得好心酸，所以那时候写了一首歌叫做《回家》。等待，是等待。
现在叫你们回家，其实是为了台东好。我们不太习惯台东这么多人啊。那其实花莲也是好地方啊，请你们多去那里。好，说到海边呢，我们要请我旁边这位叫洪豪，他是我很重要的一个，他其实很会打鼓，所以我们今天请他来合音啊，谢谢。谢谢大家。那要为大家解释一下，他待会要唱的歌是什么？合音不是我的专长。对。还是带来一首海边的歌曲。刚才浩文说语言不重要，所以只要听旋律就好。这首歌是阿美族的一首歌。那从以前就突然听到，就觉得旋律很轻松，很好玩。觉得就练学着唱，唱了之后就越唱越好玩。就这首歌叫做《海边去捡捡贝壳》，捡贝壳，海边去捡，然后海边去捡贝壳。现在的海边不太容易捡得到贝壳，你知道吗？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这首歌是。海边捡贝壳，台东的台东阿美族的歌跟花莲阿美族的歌很不一样，我希望你们赶快去花莲听阿美族唱歌。既然在这边，就暂时听台东的阿美族的歌曲，好吗？暂时听一下。好，谢谢。海边捡贝壳，你像卖药的。海边捡贝壳。其实都不知道是什么，那接下来还是要请洪豪来。
唱一首。刚刚我们唱的是阿美族的歌，现在我们要唱卑南族的民谣。我相信对我们来讲都一样。都一样。我看着你们疑惑的眼神，我好快乐。要听听看这首歌，哇，你还是告诉大家一下，就那首老民谣，啊？好，谢谢洪好，非常清楚的解释你们的，看大家都那么清楚了，大家都听清楚。他突然开了两首都叫老民谣，我不晓得到底是，我说问清楚一下，那这首是卑南族的一首老民谣，那就是一首比较属于思念的歌，就思念你的亲人，思念你的朋友，或思念你的某某事情，你一切的同事都可以。那但是那个思念是一种美好的思念，美好的思念。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反正不要管了，反正就是宗教的一个故事。在那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达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在旷野，在那边失踪了40年，那终于找到了迦南美地，然后大家跪在地上跟天祈求，赏赐给我们这块美好的土地，那种感恩的心情是，我唱这首歌是那种感觉。哦，那你们可能用。可以用另外一种感觉，我是这种感觉，那没有关系。反正原住民的歌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一个画面在那边。好，说这才是老民谣。
是下一首了，没有。你们可以先给童老掌声了。Oh, you know.
竟还是老的好。对不起啊，我为了这支有点不举的麦克风架，那道歉。他似乎也明白我的年纪到了这种阶段。有没有人想听中文歌？好，谢谢，这么热烈哦，那我就来唱一首台语歌。啊，你要听什么歌？山地歌啊，我是山地唱歌的山地歌。台语真的很有趣，千万不要乱讲。好像只会唱一首台语歌呢，来听时间一下哈。祝兄弟不声不息来离开，我心内拢有准备，袂当搁再有春天。为什么有问题我讲出嘴，我心内拢有准备。前几年写的歌，有没有跟自己亲爱的女朋友或者太太来的？这首歌《小心》，使用完之后你会明白人生的真意。谦卑，谦卑，再谦卑。心里依然惦记着我。
刻了那么久，不如就让我走。贝斯手，谢谢大家。也是很好的、很棒的音乐人哦，各种音乐类型，不是哦，各种音乐类型哦，他都没有涉略。我有涉，没有略。好，表姐，你最后再介绍自己介绍。好，我是洪豪，今天担任和音的鼓手。那今天再介绍这位担任鼓手的和音威龙老师，大家好，谢谢。也是很棒的音乐人，各种音乐都还是有涉猎。好，开完音了吗？他会自己介绍。啊，我是浩恩。啊，今天很谢谢你们来这里哈、哦。我们还有十首歌还没有唱完，只是稍微要讲的比较感性一点。这几年一直很爱这首歌，就是《宝布宝布宝布》。这首歌很有意思，我很喜欢它的歌词。你们听听看，这首歌叫做《爱的代价》。因为我们年纪差不多，所以你们可能会唱啊、哦。那会唱的不要唱，不要打扰我。请让我一个人沉浸在这种美好。
但是如果你们真的忍不住的话，你们出去啊。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历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背着吉他就去，到了台上我才知道说啊，今天是向罗大佑致敬的音乐会。我说哇，是这样子哦，认真的调吉他试音啊，当别人的和音，活生生我就看到罗大佑从我的前面经过，我马上就转头，怎么还活着？我一直以为向人致敬就是啊，原来活着的人也可以被致敬，所以我现在唱一首歌向啊，
跟罗大佑有没有关系？你的童年早就没有了吧，阿公。等一下我，等一下上来唱歌的是真的一个阿公。我要唱胡德夫老师的《最最遥远的路》。这几年因为跟着他到处去走唱哦，让我可以养了很多孩子。诶，跟他走了大江南北，去了很多地方，听了他的故事。他的人生相当精彩，待会他会在这里来为你们唱歌。这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写的一首歌，《最遥远的路》。那真的很特别，谢谢胡老师还有他的团队经纪人，可以谢谢你们，我的孩子的奶粉钱，希望你们明年继续照顾我。好，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这首歌，他其实啊，他很客气，词曲他说曲是胡德夫，词是泰戈尔。那其实泰戈尔就出一句话，那句话就是最遥远的路，剩下其实是他的创作。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这是最最复杂的训练，你想去掉绝对的单纯，你我许片刻没扇远方的门，才能找到自己的人，自己的门。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自己的天。
这一次是男的，很会播的。怎么突然这么情色了起来呢？那么有一个军中退伍下来脚不舒服的一个诗人叫做周梦蝶，那么他不便于行，所以他就这个明星咖啡就老板就让他在走廊就摆了一个书摊子，他一面写诗一面卖旧书，我们就常去那边看着他一坐就坐20年都在那边。然后他后来他写的诗里面有很多禅意的东西，我想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做那么久我也会有禅意，就说你看那个你是不能动的人，那你看整个台北的天空就是你的菩提树，你在那边一坐就20年，你一定会写出这种歌来。所以我就选了他一首诗叫菩提树下，他看那个车水马龙的街道，车子一直在那边走，人是很拥挤的地方，但是他人就是在那个地方盘坐的。对，他看到的不一样，他看到的是整个最后他写这个诗的时候，他看到的都是像青草一样凝碧的地方。送给大家这首我做的歌，我几十年前做这个歌唱一次以后就把它收起来，就没有唱了，因为被禁唱。然后人家也找不到我。然后原来我们去找同胞去了，然后就没有上那个舞台了。
但是我愿意把那个时候20岁出头的时候去感悟到那个周梦蝶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在那边的那种感觉，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把它唱出来。做短期的春天，要着手多少夏日，当你来时却还是深爱是你，一宿之后却几分雪里飞，直到零时却惊艳，当第一颗流星突然重临，你乃今天却还是谁，你还是你，你爱静静，却还是谁，你还是你。的秋意远去，不为草色你的，直到你突然聪明，你乃今天却还是谁，你还是你，你乃今天却还是谁，你还是你。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说我经纪人就把它拿去比赛，结果丢进去，很像这一周是整个华人金曲奖的周冠军，恭喜我一下。接下去我要跟他唱那个Johnny Mitchell Both Sides Now， 他是讲
生活中或者生命中很多一体两面的东西。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云，但是这云你在天空看的时候，它像冰淇淋的城市，像那个大峡谷，羽毛的大峡谷。但是它下在地上的时候，有时候你寸步难行。其实我们对云了解的不是，对云了解的不是很多。那云一照，这个太阳会把它给它一个非常绚丽灿烂的一个冠冕，但是之后它会躲在深山的后面，那云就躲在了深山的后面，它也很谦卑的一个，有很多的面向我们是不了解的。爱情我们像我谈恋爱谈不多了，但是结婚结很多。其实爱我们觉得我们很了解很认识才会结合，或者是很认识到认识才会分开。其实在这个给和施受啊，这个方面，我觉得到最后还是施比受有福。这个我亏欠很多的女人，对，我要在这边特别用力唱，讲到爱情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懂。我也好想亏欠很多人。对，我刚刚是在提醒他。那最后，像人生 ，life， 对，有高低，有输赢，对，但是它也有很多面向。我们利用唱。Don't let them know.
I really don't know love. I really don't know love. I thought I know. I thought I've given so much. So is of love, I know.好了，你可以给他帮我分担很多很多。其实我最近
好几趟都坐轮椅，他是在轮椅旁边推的，他的脚比我不舒服，但是我脚真的不能走路，他还可以走，但是他的脚是已经见到骨头了。不是只有这样的分摊，还有在台上帮我分摊所有的细节，给他鼓掌。还有一首也是丢掉几十年的，对，唱一次就迷。就听说那个我们家人的宋老师，我的学弟，小学的，他当教导，他就帮我以前帮我记了一下谱，我在他家即兴唱。后来跟他要，他说他也忘记这首歌了。后来再把他拼凑拼凑，哎，在陶小学那边看到这个歌的词和谱，原来是我自己写的，我再把它唱回来。故事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那个嘉南村是七个部落从大武山搬下来，被政府这个强迫搬迁到那个泰马里不要的地，那个地方叫布鲁布鲁善，是泰马里，就是等于是跟我们交换土地跟金峰乡，然后叫我们整个七个部落搬到那边去的时候都是石头，七个部落到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水纹呢都在那个悬崖壁上面，所以卑南族的亲戚来的时候，他说这个地方不好住，那个水纹你们看不懂吗？那个水纹在上面，以后水会来。果然上次就来了，爸爸水灾的时候来，刚好到那个水纹，部落就冲掉一半。但是那条河，其实生命也是一条河，但是那条河就是我在十一岁都在家来，从三岁到十一岁，给我们很多的快乐。对，我们认识水里面的浮游，里面的虾，用手自己去碰里面的鱼跟虾，然后这个放学之后最快乐的还是在那个河边。然后后来我们村庄七个部落没有看过米，没有吃过米，他们都是吃杂粮，所以我们家里是卑南族唯一的一家，就从卑南就带了两只牛回来。然后我爸爸劝村庄里面的人说，我们去垦一些不要太大的地，就是一个平地出来，然后我们一家人派一个人去水做水圳，就把那个河移过来，这样然后我们就可以真的吃到白米。我去参加那个水圳，因为小学嘛，就是一家派一个，妈妈当代表，爸爸当公务员，就派我去，所以也很快乐。真的，哇，那个水沟知道有一天这个水沟会到我们的田里去，然后很辛勤的耕作，因为大家都没有种过田，第一次耕作，第一次收割。收割以前，你看到那个各家的那个农夫，包括我爸爸，就在那个田埂上看。每个人远远就可以看到他嘴巴张开在笑，那这样，然后从绿色变成金黄色的，整个他们眼睛里面都是金黄色的。那我称呼这个歌叫做一幅画，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很美的一幅画。Thank you.
们心情的分别，都是为了终生活。我记得永远的记得，今天礼拜六啊，这个唐伯伟常常做礼拜六的歌，所以他说礼拜六可能就会带女朋友去 Carnival， 嗯，嘉年华，今天就是嘉年华，就是音乐嘉年华，有没有男女朋友来的？就是，哇，只有你有女朋友啊，好，谢谢你带女朋友来，我唱那个 Jersey Girl。Don't want a whore in the afternoon.
gonna take the ride across the river to the Jersey side, yeah. Take my baby to the carnival. And tonight we honor all the rights. Sing starlight. Everything's alright. You and the baby on a Saturday night, yeah. Now someday when my dreams come true, when I'm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with you, sing so light.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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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
应该是我最早唱，然后放着，然后最近在我的 CD 把它出了，就把它唱了这首歌。我要谢谢杰任，为这首歌谱了曲子。杰任是一个非常非常天才的人。这个铁花村有他在，我们觉得是最铁花会更铁。那这首诗是中朝的，是中朝，是这个蔡氏集团的中朝，他是非常左派的一个，他是正左派的，他常常跟我讲，有很多假的左派的。中朝的诗，这首歌是因为看到以前有老兵，就是要返乡的时候没有被这个注意到他们返乡的重要，几百万人在台湾，16岁离开妈妈，有的兵夫就在路上就被抓去当兵来台湾的，要回家去看一下，以前看不到妈妈，也就看一下亲戚，看一下那个老地方，折腾了很久，有一天可以回去了，台湾的舆论就在骂说，你这个要回去当万元户啊，那你要领那个退休金去当万元户，然后呢，是台湾的你什么的，这种话都来。这是我姐夫也是湖南人，我姐夫是湖南人，他18岁就来了青年军，然后他快要50岁娶我的姐姐，连续生了7个孩子8个孩子，他是独子。那大陆开放的前一年他去世，他说没有办法见到家里。对，我是湖南人的舅舅，我也是台湾人的舅舅，真的。所以中朝刚好适时的写了这首歌。这些老兵很多都是在你看资本农场，亲近农场，资本农场他就向着海，每次我去看姐夫带我去小时候看他的老乡在那边，他就在石头田里面啃了一块地出来，那个叫做良田，就搬给他了，就搬良田给他，他自己挖的良田，然后他每次对着海，中秋节也是这样，我们喝酒的，对不对？哎呀，我们看我们家乡啊，还腐烂啊。有的人娶了我们的阿姨，或者是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保护的老人家，但是也有很多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孤苦伶仃，他走掉。他看海就被海包围，他看夕阳就被夕阳锁住。我唱这个撕裂我吧，所有的撕裂在台湾，这不在我眼中都是不受欢迎。看自己，所以我
有旗帜吗？只有旗帜上还有风采吗？只有风采中还有我在吗？思念我吧，思念我不安和身体，思念我吧，思念我飘荡的灵魂，我不再问。要是我，我就像一把火烧尽你。思念我吧，这首歌也是 John Magdalene 的，但是他在第二段讲到两个兄弟这个去参加美国那个南北战争，然后他们两个人从家里出发的时候，两个人勾勾手说要活着回来，但是最后这个誓言只有一个人守住，只有一个人回来。然后这个故事呢就很久拖了，就很过了很久以后，这个东方格林说我去问了这个老人家，问他说，哎，那时候你跟你哥哥去打的那个战役是什么战役？他老到已经是就是痴呆了，已经不记得有去战场了，所以我很无奈，一个人走了，两个人说再见了，就但是你会遗忘那个东西，人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到最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年长然后就遗忘掉。很无奈的，就是两个人说 goodbye 的时候，就爱情也是，两个夫妻说，就说他们不是很富有的两个年轻人，到一个老教堂去结婚，说。在神父前面说，我们不管多钱，我们都会在一起。没有多久，他们两个就像两个流星一样，平行的，就落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也是很无奈的。哎 ，John McLean 那个 album 里面，专辑里面，大家都在唱那个。Bye bye, Mr. American Pie. Don't mess with the lady, but the lady was crying. 那个好，结果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歌，他后面一首就是这首歌。哎，就不要，只有我在唱这首歌，我唱这个歌，好不好 ？Oh my, what a shame.Their life has really not been hard alone.
what a shame. What's to blame? It just happened that way, and there's nothing you can say when two people say goodbye. Oh my, and I lay,3岁，我撞到地球就在那个新港，撞到地球，然后
那个应该是我的母仓最早的故乡。那我的名字是小名，是取那个港口的最老的名字，现在是叫成功了。日本人来的叫谁够，是成功镇。最早的名字叫台语，就后来翻译成新港、新港。其实阿美族最早的名称，那个港口那个地方叫做行过，是阿美族去他们的这个猎鱼场出发的地方，后来慢慢变成一个小港口，用石头堆的港口。我在那边出生，然后我的奶妈在胸前抱了我三年，一直唱阿美族的歌给我听，所以我常常看到阿美族的人就好感奇怪，这阿美怎么会？后来我去学阿美族话，自然就是学阿美族的歌，就是有这个潜意识在。我妈妈说我那个奶妈是从小就从她我出生的第二天她就抱在她的这个身边，她做什么手边的工作，她都在唱歌，然后唱给我听。我50岁我才去看她，她已经垂垂老去。我没有看过他，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晒被单。我到他家去的时候，被单挂了很多。打开最后一个被单，看到他的脸，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但是他一眼看到我，他就说：“请过，叫我的小名。”几十年没见到了，我后来问他，我跟他走到海边去，去看我出生的那个。港口边的那个已经没有房子的地方，我们坐在那个斜坡上面。我说：“你为什么一眼就认出我是行过？”他说：“你那白头发，你长得跟你爸爸一模一样。”对，所以他认出来。我们真的走到港口的时候很热，我们聊天聊到满身大汗，然后突然太平洋的风啪吹来。他用安德鲁的话说：“啊，我累。”他说：“这个才是生活，这个才是生命。”啊，我听了，我眼泪就掉下来。我说：“一个太平洋的风，它的感受的这么深。”他告诉我说：“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太平洋的风吹到你，那边风很大，对，是太平洋的风把你接下来的，不是你的祖父。”虽然是我祖父接到手上，但是他说是太平洋的风，是你的衣服这样。哇，讲这话我哭了，我没有抱着他哭，我带着他这句话回来，我一直想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来为奶妈再多表达一点跟我生命有关系的太平洋的风，所以我就写这个歌。那我们是战后的孩子，所以我们是在最没有战争这个烟消的这个时代出生的，我们上一代是最苦的。所以我后面会写那两段是这样子的，不是要把它国际政治化，不是，对，就是平的描述。最早的一件衣裳，最早的一片呼唤，最早的一个故乡。所有的全部。
十字，划过了我的披风。丝丝若细，悠悠然的生机，吹过多少人的脸颊，或者吹上了我的。找世界的感觉，最早感觉的世界，无影婆娑在辽阔无际的海洋，半路滑动在千古的风台的平野，吹上山吹落山，吹进了美丽的山谷，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最早母亲的感觉，最早的一份决心，吹动无数的古朴船帆，我迎接了宁静的港湾，穿梭在美丽的海峡上，有山也美无穷的海岸，吹着你，吹着我，吹着冰草原的歌谣，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吹进了生命的深处，我爱南南湾，哎呦最早的一片感觉。
首我最喜欢的还不是 Bobby Dylan， 是这个 Leonard Cohen。 I heard the secret chords that David played and pissed them off.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the music, do you?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s, the major lift, the buffalo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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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Lights is a calling in the very broken hallelujah
谢谢。我教你们一句话，阿美族的话，我奶妈的话，方再来，芬芳的芳的芳，方再来，方再来，方再来就是这个歌叫做方再来，阿拉来呀，就是方再来就是 more than wonderful， 比 wonderful 还好，就是美在今夜的意思。放再来，这是我们最后一首歌。宣布一下，难得他回来台东唱歌，特别有带 CD 哈，卖不出，是非常精彩的专辑，在外面会有贩售，然后今天破天荒哦，我们都不喜欢在家乡签名，因为通常都是签到那个债务啊，很怕啊，但是今天很高兴老师带 CD 来，如果你们买，我们会在这里为你们签名，然后谢谢。谢谢老师，68岁的年轻人哈，谢谢。浩翁让我觉得，我在外面的时候让我觉得我已经80岁，他照顾的哈，这怎么形容？80年什么伟呀？啊，这伟我也不知，对，这个我也不知道。好，大武山美丽的妈妈。Thank you.
哎呀，山鬼的声音是那么的美丽。哎呀，唱，要大声的唱，山鬼的声音。你是带不走的声音，是山。快40岁了，但是我一直在出发，一直在。
每次回来就是出发，这次给我的力量很大，大家都来看我。我唱到这个头发，最近开始，你看眉毛开始变黑了，唱到全部变黑为止。我们今晚的胡的演出就到这边结束啦，大家再给胡的胡老师一个热烈的掌声。今天就到这里下课喽。那若是还没有购买专辑的朋友，在我们的售票口那边有贩售胡德夫老师的专辑，那我们等一下场地先休息一下之后就会开放报名，那大家请看着我的手，等一下排队的动线呢，我们是从这边开始，从这里开始延续往旁边排齁。